家都一起喝。明天要工作。谁没有工作那种夸张？没有，喝两杯。但我永远都闪。三连下班手套薯条超好吃啊！真是强什么来啊？要掰了，讨厌嘞！我真的好讨厌嘞！要掰啊，手啦！惊喜吧，你没有女朋友，这个在网络上常看到。好，这时候是惊喜，要惊喜，我没有女朋友。没关系，你有小铁。哭更惨。那这个父亲好，他有六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你怎么办？大脚底板。哎，他等下拿着煮饭。狮子王强大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书鸿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狮子王强大。